痛苦吗？你日子很难过吗？在我面前，谁都没有资格说那些。那来到我的第一只猫，它跟着阿咪路边，然后在一个停车格，然后。小猫的那种呼救声哦，它以前可能会置之不理，但是就是自从自己养自己养猫之后，就再也没办法来事过无踪了。猫死掉嘞，这是我们家媳妇，然后教了几只小猫。为什么欺负动物哦？没有慈悲心，没有同理心呢？那其实我觉得说哦，社会会乱哦，其实就是也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会战争？大家都想自己啊，就自私啊，没有同理心啊。换而言之，我们对猫的安乐死跟希特勒那种对犹太人的送进毒气房，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啊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同理心的话，我们可以扩及到这些猫的话，这些动物的话，那当然也会扩及到人的世界里面。谁逼他挣扎？今天没被抓走，或许明天就蒸发。才跟他在这一秒的路口交汇，命运就分叉。他死于恶作剧的小鬼，而在这之前。他刚学会过马路，在一念之间，一条生命就打住。然后我的曲风，那我专场的唱老舍嘛，那我应该来写一首这种歌，然后用这种歌曲的方式，搞不好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们要的理念，我们的诉求。之后的可以起笔写最后的早晨，三点的时候，然后看到他一个那一种很孤独哦，然后很历经风霜的那种背影，猫的背影，然后从暗巷中消失。然后他的那种路灯照过来，他的影子就印在围墙上。我记得他说，他们的人生真的是很悲哀、很悲惨。一开始大家想这些潇洒，靠克隆我那么悲惨的人生啊，但是我写的是猫的人生，猫的人生唱片的话，如果说有一个真的就是最开心的，其实就是真直接看到你工厂身边的朋友，就是工厂哎，特别粉就是啊，不要说吼要去帮助动物，是不要去帮助动物，至少他们就是不会去伤害动物，都只有一双手，一对眼睛，但只要大家一起关心，500人就等于千手千眼万亿。你们可以不要买我的 CD， 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转播这首歌，有500人就转播这首歌，那我们就好像化作了千手千眼观音这样子，在看顾着这些无意的生命，越来越多人可以因为这首歌啊，慢慢去学习尊重生命，也有刚刚歌曲其实是可以很有用的，并不只是情情爱爱，还是在那边讲自己是什么。哦，讲那些大屌和东海哇，以来哦哇哇的其他 CD 卖的好卖的差都是其次的，最重要的是说真的有改变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啊，那其他重要的。在分享这条猫的猫，它也是它牛肉街头，所以大家真的记得想养宠物的话，一定要领养代替购买。像我本身我是吃素嘛，我也没有在打蚊子嘛，我会怕高压。然后我刚刚说的生命都是一样，就是应该要被尊重。可是觉得说猫狗跟人类最有缘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从猫狗开始，猫狗开始是最容易，而且是比较方便的捷径。惨叫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士官呢是推给了他的太太。是将近十通的这个通报案件，这个人说这已经不是第一。这猫的中途哦，最唔甘就是讲吼，猫啊，那是领养出去吼，就是会食唔甘呐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救回来，来生出来，它像在打大粒尔，哎呀，啊就最唔甘。啊，但是吼，到尾想想啊，因为你看我去换我18只猫爱饲啦，那就等于我们的爱要分成18份，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陪他们，所以想讲哦，他们如果被领养主人，我们当然会慎选主人。
然后等于讲主人会好好的对待他们，然后他们可以得到更完整的爱，我们也有更多余力，哎，当去外靠帮助更多流浪动物，我这样想就会释怀很多。他们丢掉，跨年烟火少放几秒就能帮他们，但财团不会秒，官员不肯为他们立法，因为他们没票。是敌人类就是这么自私自利，以至于处处充满仇恨和暴力之气。其实都一样，从伤害动物到迫害其他种族，自私自利，所以有战争冲突。